换好衣服了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不行，又出现在地铁里了。你总觉得穿成这样，我们应该上两个车。今天现在是下班点儿，根本没有地方停车，地铁三站路就到了，十分钟解决问题。嗨，我说的吧，十分钟到了。你们要打车到现在还没到，还是地铁是最好的选择。然后看我们家邻居的门票。Hello， 看看我们邻居的。大家好。一年的时候说过，等解封之后，我说肖老师一定要穿得非常挺拔的，他要开音乐会，我一定要穿得很好看的过来，要跟我们那套这个志愿者的服装有一个。你知道我在地铁里拿了这束花，所有人都看着，以为是男生送给我的。不是，我是送给你们家的，给我们家邻居。演出成功，我现在台下看你们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音乐会是这个艺术是一种新的模式，它是沉浸式的艺术结合展览与音乐。然后带小朋友过来，小朋友还在补功课。我也这样，一个好演员。